请观赏金奖剧场《嗨红包场》。花灯起，车声响，歌舞升平。只见他笑脸迎，谁知他的心苦闷，夜生活都为了衣食住行。酒不醉人人自醉，不偏不倚蹉跎了青春。朦胧倦眼惺忪，大家归去，心灵儿碎。这转动的车轮，换一换新天地，别有一个新环境。回味着夜生活，如梦初醒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。花花起，城声响，歌舞哎，小珍，你好。大君好。哎，小珍，你又在吃我的老豆腐了。我已经告诉过你多少遍了，我是上市炊事班长退伍的。啊，你姓江，名叫君，不叫将军叫什么？江大哥，这还我叫你。哦，人家跟江大哥是逗着玩的吗？老板娘，这又错了，我是老板，没有老板夫，也没有老板娘，对不对啊，江大哥？是老板。锦如，把小珍给吓住了。天塌下来打雷地震，他都不怕，我这句话吓着他了。人家真的很害怕吗，老板美娘？哎，真的要打呀？这么乖巧的女孩子，你舍得打吗？啊，锦如。算你命好，有将军撑腰。哎，你怎么也吃起我这老豆腐来了呢？哎，我快谢谢江大哥。谢谢江大哥。好傻。好打。谢谢江大哥。谢什么谢？江大哥，你先进去坐，我待会儿过来看你。哦。我有新来的歌星，我跟他谈谈。哦。江大哥，请。哎，好好好好。首先是一首歌曲，为您带来一首国语歌曲《绿岛小夜曲》。谢谢您，谢谢掌声，谢谢，谢谢。废话吗？人没来上毛巾上闸干什么？上供啊！你们就是这样子，一见面就吵架。哎，宝剑，这你就不对了。我问不可以吗？这是犯着你什么了？干什么干什么？樊磊了？那还客气？金大哥，金大哥，你们两位讲话的声音比美华唱歌的声音还大呢。嘘。嗯，装一副老天真的样子。自己也不去照照镜子，有多恶心！哎呦，好了，季大哥，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你火气还这么大，你不怕人家笑你？那谁让他惹我？他这秋叶的，我跟他开玩笑的，谁知道他今天像吃什么枪药了？哎，开口就冲得我半死。哎，老季，我不跟你抬杠啊，你识趣一点，你少招惹我。秋叶的，你是对付老季的特效药啊，只要你一开口，他的火就减一半了。你再加把劲儿，他的火全消光了。金大哥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嘛？我跟您跟季大哥都是朋友，我是你们的小妹妹。哎哎哎，那我呢？啊，你是大将军呢、啊？我是大将军的妹妹秦务兵。哎，好好好好，妹妹秦务兵。
我喜欢。啊，江大哥坐来。好好好。哎，这个熟人太多了也不好啊，到处打招呼，说不完的话。秋燕，你说是不是？嗯，猛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你恶不恶心？哎，怎么，你不服气啊？你吵什么？别闹了，我去准备准备，要上台了。哎，好好好。谢谢。丽丽，这几年红包厂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时间久了一定会改变的，这我能了解。听说我的客人给几个小红包就想摸手摸腿的捞点便宜回去。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，我知道你把状况弄得很清楚。不弄清楚行吗？毕竟我已经不是五年前的汪丽丽了，是不是静茹姐？丽丽，为什么离婚？杨军，借五百，明天还你。干什么？跟人家老肖飙啊？看他那副嚣张样子，老子就是看不惯，我非把他比下去不可。你凭什么跟人家比呀？人家是港务局科长退休的，你呢，中士班长啊？啊，你两条腿加起来也没有人家的胳膊粗啊，凭什么比嘛？你说是？不借就算了。老弟，你叫。刚才谁找我吵架了？这他妈的！什么弟兄抛舌，什么革命伙伴，临阵脱逃，不给我火力支援呢？我是看清楚你们嘴脸。季大哥，哎，别火嘛。老季啊，怎么他们俩得罪你了？季大哥，哎，我这有钱，要多少？哎，让家谁要你的玻璃钱？你怎么这样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难道你不是吗？你敢说你不是吗？你。太欺负人了你！哎哎哎，老季啊，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，做人处事厚道一点。厚你妈的道！啊，老子老就看你不顺眼了，你再给我再担心，老子揍你！哎，干爹，我们先听歌。我的新歌是丽丽小姐唱的，多照顾啊！季大哥，这太欺负人了。哦哦，坐好，以后多捧场。哎，老季。不是我说你，这事是你不对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把所有的钱都借给你，行了吧？啊，来不及了，老子不借了。老季啊，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我不懂。你们都对，你们都对，是我静茹的错，没有把各位大哥伺候好。哎呀，这不干你的事儿，别往这儿来。季大哥，这是红包厂，哎，又不是立法院，这客人都是看你好不好意思。晚上我请大家吃饭，喝杯啤酒消消气，顺便替各位介绍丽丽小姐。各位大哥，不管是钱场或是人场，只要你来捧场，小妹都感激不尽。这杯酒我先干为敬。少喝点儿，都是自己人，犯不着的。没关系的。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，丽丽，你放心好了。我们大家都会捧你场的。谢谢各位大哥。那我呢，小大哥？你不会跟季大哥要，是他欺负你啊？哎，汤明，今天我心情不好，哎，对不起。季大哥，您别这么说，我都忘记了。您别搁在心上，我敬您。嗯，那我可没忘啊，汤明。讨厌死，我不理你们了。各位大哥，干爹，我外面还有些客人，我过去打声招呼。啊，好，你去。季大哥，来，我去就来哈。哎呀，你要去就去，你跟我说干嘛？让别人以为还我们有一腿呢。你呀，就是嘴巴不饶人。
用啊，各位。是啊。老季啊，你就别回荣家了，先到我那儿挤一挤，明天再回去吧。不行啊，哎，会查铺的。哎，我这一夜没回去，他们会担心呢。哎，老金，我身上有没有钱借我一点？发红包啊，把这个整套都不花光了，一铜板一个子儿都没有了。你借我点。整票花完了，铜板是准备好一大堆呀、啊。哎，你自己拿。我借24个就够。你要转两趟车了，明天还得到邮局拿钱。24块，家里还有零钱，够吗？够了。哎，谢了，老姐。谢什么？都20年老战友了。哎，这个钱呐、啊，虽然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可是得随时准备一点呢，要不然你现在走回荣家，两条腿要不走断了才怪。哎，我就是这样。他一冲动起来，面子要给足，趁里子，那我就不考虑了。老毛病，哎，车来了。别抽烟了，灭掉，车上不准抽烟吗？那这个香烟是自己花钱买的，又不是天上掉来的，这儿不许抽，那儿不准抽的。这是人家有这个规定，你就照人家规定吧。38年，12月27，那天到如今，快40多年没见到你了。本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面了，哪知道你们可以来大陆探亲呢。小虎，他爱人和3个孙子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因为可以看到自个儿的爷爷了，我高兴的几个晚上都睡不着。小峰也一样，天天盼着你回来。从前一街老街坊的有回来的好几趟了，可是怎么就见不得你回来呢？还以为你不在了，托人打听才知道你的住址，所以才写信给你。各位，好几天没看见老季到客厅里边来。秋月，有没有他消息啊？怪了，我又不是他什么人，我怎么知道？秦大哥，你这么说会影响秋月姐的红包。没关系啊，少一个找老金要一个，少2个找他要一双啊。静茹啊，你自己说，在座的谁没看见过？秋月要是把客人送走以后，或者是跟客人打完招呼了，他一屁股就往老金边上一坐，不动了。哎，这代表什么呢？你自己说。老季他不会毛手毛脚。坐他旁边比较有安全感。哎，这句话把我跟老姜两个，哎，全给骂进去了。我可没那么说啊，我没这个意思。江大哥，肖大哥，你们都听到了。我可以作证，我也可以作证啊。你看，草草就到了，坐到了。
哎，干嘛？哎，老季怎么回事？这么高兴啊？啊，相亲呐、啊？哎，你这就不对了。你别伤了秋月的心呐、啊，让人家不高兴啊。干嘛又扯到我身上？你别理他。哎，那么高兴，什么事情啊？哎呀，你让他喘喘气，这人不会掉胃口的。哎，台胞证、护照，你的。哎，回大陆探亲啊？嗯，我想，住下来。啊？哦。哎。可是守口如瓶啊，怎么从未听你提过？我本来是想那个回去看看啊，在我爹啊娘啊坟上上个香啊，烧点纸钱呐、啊，我想办好手续再说嘛。为什么？哎，对呀、啊，回去定居一定有特别的理由吧？这要我怎么说呢？我哎，老季，你家里边是不是有老婆呀？我都做爷爷了。哎呦，你这老小子真有一套啊！恭喜你了，我以茶代酒，敬你。哎哎，好，大家一块儿敬嘛。对呀，来来，恭喜恭喜，恭喜齐大哥，恭喜恭喜。哎，这个说真的，想到这个以后见面不容易啊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。哎，哎，老金，你家里边是不是也有老婆呀？我看你也干脆办办手续，跟老金一块儿路上也有个伴儿吧，对不对？互相有个照顾，啊，管你屁事啊！哎，老金，哎哎，老金。何必要算苦，快向前走，找寻你的山路，找寻山路，要狂奔，要狂奔，这不再安稳，只要尽心。金大哥，哟，还是生气呀、啊？老季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，害你生那么大的气，到现在都还不消啊？哎，小郑。哎，干嘛，金大哥？给我20个红包。哇，要这么多啊！你中六合彩了，金大哥。忙你的，别理他，他今天脑袋瓜有问题。好。哎，不拿来我翻脸了，2000块你怕我花不起啊？哎呀，怎么办啊，金如姐？我们开店的还怕人家当大爷啊？去拿呀。好。金大哥。心情不好，不要拿钱过不去嘛。所谓斗气不斗财呀、啊。虽然说你是终身俸，又有其他的收入，是赚钱辛苦哎。到这儿泡杯茶，听听歌，打发打发时间，上个200-300意思到就可以了。你真要2000-3000的丢，得先看看自己有没有本事，每天都这么做。要是没这个本钱，就别玩帅。当一天的大爷有什么瘾头啊？都骚包，是朋友才跟你这么说的，要不然鬼才管你死活。好好想一想吧。金大哥，红包来了。不是20个吗？退是几个半把。这才对嘛。上来，花儿谢了，明天还是一样的开。我的小鸟一去无影踪。
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别的男孩友，别的男孩友。老季啊，你真的要回大陆定居啊？哎，决定了。你放得下秋燕呐？怎么你把我跟秋燕也扯在一块儿啊？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啊？你这话从何说起啊？你刚刚在茶楼里边自己说的时候，你没看见秋燕的脸色呀？啊、对星星秋叶那么的好，就是对我小气，一个红包都不给啊！他们都是我的干女儿，一定要照顾啊，免得他们共孤啊。哼，我也常常共孤啊，你就是不管我死活。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谢谢。肖大哥，抱歉啊，我跟丽丽说句话。哎，好，好，我说。肖大哥，您坐会儿，我马上就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丽丽，你不是菜鸟，我们这行的规矩你应该懂。我什么地方做错了？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？不要碰别人的客人。倩茹姐，我们有啊。比如说，老肖，我说的够明白了吧？肖大哥是大家的干爹，是我们歌厅好客人，跟他打声招呼有什么不对？我不懂哎。丽丽，离开红包厂一段时间再回来本来就很辛苦，靠10000多的底薪，每个月要负责300张茶券，刚开始是不容易，再加上你的孩子还小，就算不吃不喝不穿不用，每个月1000把2万块钱保姆费一毛不能少别人的，房子租的，出门坐车，开口吃饭，再带零花，负担本来就重，不找几个固定的客人，日子怎么过得下去？丽丽，我过去那段苦日子你多少知道一点。现在我那两个孩子已经高中了，功课用不着我烦心，顶下这家歌厅以后日子才稍稍好过一点。人生起伏在所难免，谁没有一段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日子？可是日子再苦，有些事情还是要守住，千万不要乱了脚步，后悔来不及。大家有缘能够在一起唱歌讨生活，要好好惜福，千万不要因小失大，伤了姐妹的和气。有空的时候多跟大家聚聚嘛，多联络联络，万一有什么事，彼此不生疏，也好有个照应。那个客人没有煮吧？没见过，大概第一次来。那我可以放心的去，用不着犯着担心姐妹了。你好，我叫丽丽，先生贵姓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姓罗，坐。以前没看过您，头一次来啊。哎，正好经过上来看看。那欢迎以后常来哦。小娟，麻烦瓜子，我请罗先生。好。哎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如果不好意思的话，以后常来捧场啊。下一个就换到我了，我要去准备了，你坐会儿啊。好，我一定替你鼓掌。你高兴就好。谢谢谢谢，非常谢谢各位的红包，也谢谢今天各位的光临。现在呢，为各位介绍本客厅的抒情歌后丽丽小姐，欢迎。各位亲爱嘉宾午安，罗大哥午安，我是 Lily。首先为大首歌曲是《午夜香吻》。
做什么？他唱歌，包红包给他。哦，那要包多少呢？看你啦，有面子就好啊。到河口反共产，反共产，消灭主谋汉奸，汉奸。大到河口反共产，反共产。将来还有机会同桌共餐。季大哥啊，回到大陆的时候啊，要记得写信回来哦。我到大陆玩的时候啊，会去找你。哎，老季，听见了没有？他到大陆去玩去。讨厌，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暧昧啊？讨厌，一人说话怎么那么暧昧？哎，将军，啊，谢谢你今天这桌酒啊。这辈子恐怕再也吃不到你烧的菜了。哎，哎，我敬你。哎，哎，老金呢？哎，别理他，这人怪得很。今天应该高兴才对嘛。你要回来，大家还见不见面了吗？哎，就跟他说一声，保重身体。季大哥，有空回来玩玩。
看朋友也好。老坏子，那倒容易得多。带在身上会保佑你的。你这么费心，谢谢。希望你平平安安，祝你阖家团圆。秋叶，有合适的对象就嫁了。老兵越来越少，红包厂越来越不好混，那还得看有没有缘分呢。难道不是朋友了吗？谢谢，欢迎带来。
别嫌弃。新闻啊，金如姐过生日，那么多人都上礼了，怎么你还坐在这儿稳如泰山，一点表示都没有，那我多没面子啊。喏，你看看手上戒指，随便拿一个送上去啊，面子可大的哦。哦，你最讨厌的就会设计我，你自己的呢？那么大，那么漂亮，又那么值钱，你为什么不送？看你小气的。哎，我只不过逗逗你，气成这个样子啊？看到没有？早就准备好了。哇，上一万二啊！够大方了吧？谢谢。走，我们递个金如姐。好，等一下。金如姐生日上一万二，那我生日上什么？上你呀、啊。什么意思？你最讨厌，好恶心的。走走，快快，我们上去吧。哎，老金，啊，哎，哎，哎，又黑夜又花，你们可曾吃饱饭？哎，我们出去嘛，反正你已经臭了，好吗？那你坐那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换衣服。光临，今天是静茹的小日子，真感谢您啊，出钱出力，送我那么多的花，让我今天那么光彩的站在这里跟您共度这个日子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。那么我想接着下来呢，为您带来一首抒情歌曲，希望您会喜欢。这首歌的曲名叫做《我有一段情》，一起欣赏。我都准备好了，哎，来，每一个人替我上一个啊！好，来最大张的给干爹。哎，好，来，老兄啊，谢申忠下台了，啊，这中央银行的总裁让你干好了吗？怎么说？钞票大把的大把往外送，只有中央银行才有这个魄力啊，老金。是不是啊？哎，是啊，电视上常常这样报道的。蒋大哥、金大哥，不要欺负我干爹嘛！对啊，我干爹所有的干爹都到齐了，你可要客气一点哦。对啊！哎，干爹，来。好热闹，好久没那么多大场面了。要不是你人缘好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客人？你看看多少红包。哎，以前西门町啊有3万多个老头子在红包厂里，现在只剩下一半。再过2年呢，我看。哎呦，今天是你生日，你干嘛说这种丧气的话？老季有没有消息啊？今天我唱杨丽后面，我去准备准备。秋叶。秋叶，人在的时候把话闷在肚子里不说，人一走了，在台上一天到晚左三年右三年，人家听得到吗？有用吗？嗯。
秋燕姐姐发怎么了？干爹，七大哥，是七大哥回来了。哎，是啊，不是，哎，老季回来了。哎，啊，季大哥，好久没看到你，大家都好想你哦。哎，我要走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，今天是静茹姐生日呢。哦，哎，晚上你去我上楼。嗯，要送自己来送。给你买五元钱的。爸，你别看不起人，因为我没还过钱啊。老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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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季回来了。老季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季大哥，你不是在大陆住下了吗？干你个屁事！我关心你才问你啊，骂人呢。老季啊，今天是静茹过生日，晚上请吃饭，大伙儿一块热闹热闹，怎么样？对呀。哎，老季啊，季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说要回大陆定居，他就开始上三年，两个月了都还没唱完，只有你才能让他改歌唱。老季就是我们吧，三年听得我耳朵都长茧了。老季，小大哥，算了，让他去吧，就改天再跟他好好聊聊。我看他这一趟回去啊，一定惹了一肚子气，自己找的，怪谁呀？你哥去管你的。啊，来，咱俩一起。哎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丽丽，怎么会是你呀？若兴文，若兴文打了我，骗了我，他把我什么东西都抢走了。若兴文。不准打架！